后半段呢、我待会不要开车。没有啊，刚刚不是你该不开车的问题啊？累了。开得很稳嘞、欸，就决定是给你开了，有点难过。今天警察用那个断线术，断线术吗？这个开车太稳了，断他线。从故事到线上比较快啊，你直接从线上到线上超慢。对啊，直接从主画面到线上很慢。撒钱哦，有人在旁边撒钱啊，观众在旁边撒钱。还好讲一下啊。你在吃什么？欸，这台我想骑看看。啊，他能骑吗？哦，可以。这怎么骑啊？哦，送出游戏邀请。这怎么骑啊？怎么骑啊？这台好浮哦。送出游戏邀请。啊、那个什么批发价是怎么样才可以批发价？好像要打完、然后有一辆那个，抱歉，一辆特殊的车子。这怎么飞啊？这台怎么飞啊 ？G 吗？暴君吗？暴君 Mac Two。哇，你买了、啊？你要先按 X。不是，这是哦。等一下，不是，这台不、哦、这台不一样，这台是观众的，哎，观众骑过来、哦，我想说骑看看，这怎么飞啊？飞啊？按 X 就只是冲刺而已啊。一、e、呢 ？X 加五啊。哦 ，X 加五。X 加五啊。对，让机头往上。韩信离开了。啊！我又离开了，才刚来。哦，这样就可以飞了哦！我邀请你们看到哦，有看到，可是我点不到。哦，这样跟飞机一样，野兽。对啊，警察的 EMP 啊，让现实断线。好了，我要去。哎，来邀请。正在取得 GTA 线上模式。再看一次屋顶啊！所以地缘哥，你是 DSD 哦？快点啊！一点啊！就我进来了，过那么久啊？来啦！正在取得 GTA 线上模式战局详情。来了。哦，原来就是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会放记录档吗？会，都会录下来的、啊。嗯，时间会放上去。刺客教条大革命限时免费。是啊，没兴趣。是啊，没兴趣。是啊，没兴趣。是可以买起来放啦，但是会不会玩就……嗯。嘿。比较喜欢以前刺客教条那个画风，就是玩暗杀。嗯，现在都是很罗马，然后直接硬打那种感觉，就不像刺客。对啊，要了，有看到了，安安，究竟能不能在两点前结束呢？下雨，不要
角是什么？等下路很滑，等一下路很难开。都买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像是为了悼念巴黎圣母院。你是说 GTA 啊？不不不啦，刺客教条。应该蛮全的，机场设施都蛮还好。即刚开始刚买这款的时候，玩那时候玩蛮疯。OK OK OK， 就花蛮多时间的。哦，对啊。真的超疯欸。Pretty easy. I've kept it simple since you all seem pretty simple. In a good way, in a good way, in a good. 变刺客变武装了，耶！是说这些观众都不睡觉的，做什么？睡不着看台吗？好破竹。哦，抱歉，加 int 了。耶、yeah, ，可以穿这一套了。你还要穿那一套吗？重装 ，OK。让我看一下哦。原本这个是警察的衣服，变成这样了。然后没有一开始，然后就变成我预设的。哦。为了哈基不睡觉，屁嘞，屁嘞，讲干话，屁嘞，不可能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的眼睛怎么那么大啊？我记得以前没有那么大啊。为了看台，怒吃巧克力止饿。巧克力晚上吃反而不好吧？反正胖的不是我们啊。这是最后一个，对啊，最后一个抢劫的。对啊。最后一阶段。如果是说我桌上的食物的话，那不是最后一个。可可累了哈，可可累了去睡觉。那谁去睡觉啊？对啊，可以啦。像我这边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管台，你知道吗？可以。要读书啊啊，边看。哇，你们读书这种办法看台哦。这个是有办法吸收吗？嗯啊。刚看到是有一台车是迷路了，是有一个三宝撞。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有一台树撞树？那个是树三宝、哦，那个树长错地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大宝三宝，楼梯三宝，楼梯三宝。好烦哦！那个护栏，那个护栏三宝，长错地方了，谁把他们盖护栏的？奇怪，真是哦，设计不良。护栏三宝。你车子是啊、嗯，是不是帅吧？停下来了，有没有？车怎么停在这边呢、啊？三宝，三宝，我明天模拟考还在看台，还不赶快多睡觉、哦？不用跳的。二三六安安还在开台，对啊，因为等这个抢劫抢完才休息啊。嗯，可以啦，这么乱找，防弹，哒哒，比较厚了，好的，好一点点了，嗯。本来想说今天可以早点睡，可是有哈基台可以看。不用了，去睡啦，没关系，去睡啦，去睡啦，去睡啦。万物皆三宝，对啊。你到底男的女的啊？你这样抱起来更像女的、欸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哦，这个烟，哦，这个烟，哦，这个烟。天哪、啊！笑什么、啊？嗯，他在玩那个民众啊，他在玩尸体啊！抖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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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抖音！哎呀，这个烟，今天大加班没办法、啊。哎呀，这个时速还不太够啊，先多开一点啊。
好，走走走走。晃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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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晃悠。你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，你吓到我了！欢迎欢迎！哎，有警察！啊！还在开不累吗？还可以啦，就可以举啊了，不要了，观众不用啊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又被撞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一开门我人就不见了？你在门后面呢？我在想那些配音员在配这声音的时候，应该画面很好笑吧？啊！其实他们只有阿吉声而已，然后去这样的 DIP 啊，有可能。防弹玻璃耶、欸！我的妈！来了，我又来拿钱钱了。二头丢，一、二，啊！别人雕像都没了，没有啊！吓我！一转头看到一个超大的脸在我前面。你冲他小，我杀人之龙。你退我干嘛？有拿钱就嚣张哦，哈！没有，我没有拿钱，我没有拿钱，我算没钱。要先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通通不要闹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刚刚大管哦，在你面前哦，劝你不要嚣张哦。我拿钱，我拿钱，我的，通通我的，我的。拿这根汤圆走、哦。我现在满地积木，所以录音的时候是满地放一堆乐高这样子，然后走过去就啊。太累了吧，这样才逼真。哇，敬业敬业。是还是只用脚底按摩师傅来帮忙？哦，有可能有可能。魔术大背包全部藏在我的裤裆里。 OK， 还没画完。我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乐高跑步机，哦，有那个啊，是有四个男生在那边轮流放着，在跑步机上面倒乐高，好痛哦。嗯，你是女的吧？漂亮，妆化成这样。然后你们加油，我要躲好了，加油。旁边没人就一直在叫。OK， 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 ，move， 走好慢，走好慢，走好慢，走好慢。这个装备威胁人就怎么慢？但是很耐打、啊，真的。move， 你后面要小心哦，你远，不知道，不要。我东西挡着，我东西挡着。好了，真机哦，真机哦。抛射我，
掉了六千块，你怎么赔？看你左边。走喽，走喽。抓个羊啊！好，抓羊。靠！呀！你逃不快哦！走！哎呦，火箭！跳！因为好像我了，前面我来机车那边有两个，叫杰克安，安安不睡啊？为了不睡觉，不睡觉，又为了哈基才不睡觉喽？讲真话了，跳。这尸体那么短，你怎么被短到墙上去啊？要短哟！完了，我出不来。你可以下车吧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可是我只能用走的。你们有车子来吗？那台是吗？那台不是，这台是刚刚的。我没有直升机。左边。啊，是啊，上车。要等繁星喽，这边两个死了。不要坐前。真机。坐后座，我要坐后座。好了，我蹲好了。我来了。你想想搭吗？其他人也要，其他人要继续走吧。你们走。我看一下。他两台是，那走，了。走反了。他进，你这样没有战斗力哦。好。走反哦，这里可以吗？都可以。好。失控系粉红少女蒙杰克，哇！我是整个趴着吗？对，我是整个趴着欸。没有，头蹲着而已。前面有警车，小心！哇！没有。哦！哎呦！
你有中指哎、欸！干嘛？你有中指干嘛？超气，超气！再怎么样都要打他。下车打他。可以换警用装甲车吗？警用装甲车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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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他们门是锁的、啊，是吗？有人在干嘛？轮胎爆了。哇、啊！哎呦！啊！我的钱喷了！我的一个翻车，我喷了10000块。哇！刚那个最夹加工。哎、欸，轮胎！轮胎爆了。等后面来，我们这边也爆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抢这台啊！哦、好。那前面这台，前面这台。前面的好。这是那个警用的那个，这台不行，这台不行，下一台，下一台，好，就他了，就他，干轮胎爆了啦！下车，你快，你上，哎呦，我怎么坐前座？啊，好，不管，蹲着，白痴哦！好，上台，选挑一台。他是不是要冲下去啊？自己撞一个人，自己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轮胎是不是被打爆了？哎、欸，对，前轮右前轮哦，警车轮胎都不装个防爆防弹啊，又喷了10000块。哎，这些人真是气死我了！又爆了吗？我操！哎呦，没事。你要回转，这里这个转弯很难转。哦、oh, ，上去了，有，直升机哦。哎呀！我打直升机，哎呀！哇，又喷了10000块。这里上不去了。哇，我需要那个杰瑞需要帮忙、哦。繁星，来了，我们来了。可以吧，上去。好猛，这里是好猛。哇，底盘卡住，走，我们是不是另外后轮也爆了是吗？我们后轮也爆了，这每一个轮都爆了，我们直接冲进去就没事了，只剩后轮，冲进去，冲进去，不好意思，速度有点慢，不好意思的，哎、欸，我们在里面等他们，换车，准备换车。等他们进来。我是在这里啊，要跳伞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啊，哦，怎么了？骇客离开了，骇客，直接到吗？啊，爆破兵离开，断线，那断线了，啊，我断了，哇，这个网络是怎样啊？哇，音乐断了。哇！怎么会这样啊 ？EMP 太强了，这个。好了，睡觉了，下次再抢。好。可是这样，你如果明天玩的话，会不会盖掉啊？坚强啊！不要，我当成员都是没差。哦。哦。应该吧，我不知道。那队长。应该是不会吧？我记得是不会了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观众，神奇的观众。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如果他既当队员的话，他当队长的记录会不会被改啊？又是在最后面，有人知道吗？明天下午把他补强一强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啊。明天下午3点、4点。嗯，三点吧，然后三点，有人说不会啦，会吗？还是把墙敲了？好啦，那就这样子啦，好，先这样吧，谢谢大家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不是依序进行啊，只是单纯他的房主。
的抢劫任务。房主的钱，对啊。这个主线要把一整个系列破完了，你们要一起进。就差在最后面一点点的啊！